机器有两个脚踏开关，一个是控制压板升降的红色的，红色的我们踩红色的，它会起来，踩一下会起来，然后再踩一下，再踩一下它会下降。下降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地方会亮，这个地方会亮，这个实心开关会亮，说明机器是正常的，可以继续往下工作，可以进行折弯和夹紧工作。然后彩虹黄色的，它就是折弯了，折弯以后，然后彩红色的，它又升起来了，就升起来了。比如说我这一片板放进去，要进行折弯工作啊，我们踩红色的，它压板下降，然后踩黄色的进行折弯，踩红色的护卫。如果机器处于这种状态的话，踩这个白色、踩黄色的脚踏开关，它是不工作的，处于安全控制状态，是不工作的。必须要红色的下来，然后折弯。